起了哈，看的啦，来看一下啦哈，所以用一个 O 很明显红色的地方可以看得到。好，我们这艘船是德国的赫伯罗特，看一下它的这个黑色船名的哈这个地方哈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哈。那有没有满载啊？这艘船？有没有搭船来的朋友？刚刚有没有讲这艘船有没有满载？怎么看知道吗？下半部我们看一下，黑色下半部船首还有浮在水面，还有那个暗红色或红棕色的叫吃水线、载重线，都还浮在我们的水面上，代表并没有满载。如果船首看不见，深色、暗红色的吃水线我们看不见，叫做满载或超载。所以这艘船并没有满载。赶快哦，可以在那边拍哈、我们的这个录影装置可以让看过去。这个遵守我们的国语哈，叫离库深啊，这个黎明的黎了哈，然后仓库的库，离库深快乐哈。我们这边没有看到楼梯，代表那样范围引水人不在我这一面下来，会在我们的对面没有看到的那一面下。对，好可惜哈、要有楼梯哈、没有看到中间有个楼梯要放下来哈、就可以知道引水人，而且会有一艘白色的小船可以贴近大船。在我前面这边，我看到那个有前面有。这个红色一圈一圈的这个管子，就代表这个地方就可以下来。我已经领到这个航道证去了。没有，没有，他还在驾驶舱。那他下来了？不是，引水人只出几度出？左舵，东北，然后几度几度哈，他有舵手。然后他下达车令，要船长同意。不是引水人下达之后舵手就开，要船长同意舵手才会开这艘船哈，因为整艘船的责任是在船长，引水人只是提供建议给参考了哈。对，是。进行喝氧的工作船哈、